就在这里设计，对吧？所以相关的东西，如果说你没有把开会说明标签打开来的话，那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录制任何句集。好，那第一步呢，开会这个标签一定要先打勾。第二步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句集的安全性，请各位哈、哦、把它改成启用啊，改成启用。但他不建议啊哈，会有什么潜在的危险程式码等等的。但是因为练习期间，你一定要先启用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句集是无法执行。它也是会 run， 但是呢，它在上面会有个警告，会提示啊，只是比较麻烦。我建议呢，先把这边句集的安全性设定为哈、哦、启用所有句集，按确定。第二步就是句集的安全性要设定 ，OK。那好了之后的话呢，记得要把这个你的Excel 重开一下，因为你句集安全性重设定之后，如果你没有重开，它的安全性还是高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。那重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逐步的来做什么呢？做这个步骤啊、哦，这个地方有七个步骤，我们就是要先彩排过，彩排过之后的话呢，就把一气呵成录下来。录下来之后呢，它就会自动产生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句集。这个句集呢，将来就可以执行，并且可以增加一个按钮，按下去就可以用哦。那这部分，请各位先把这个环境先设定好，两个步骤，一个是这个开发人员，第二个是句集安全性。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